各位天使镜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福气来嘞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好呀，好，秋天到了啊，秋天大家会想到嘛个好色的东西嘛。我相信天使镜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听到是同阿群妹形容，已经变作吃货哎。故说吃货听到的底下，秋天爱吃的铁嘞就会吃哎，天热就会摸海。故说根本就见不到钟。太茶法，就是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太夹海。今日嘅节目当中吼 ，TP 有请到吼啲苗栗乡下太夹海嘅人来到节目当中哦，还有佢系妈妈老家嘅引导嘅来嘅，先来欢迎妈妈王思云欢迎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王思云，感谢人家喺爱福下开嘅吼，啊，让我今日嚟来乡下来，俩同分析。来到呀，欢迎哦，欢迎，谢谢你们，安子生，欢迎。阿萨哈来吼，就系亚吉演到嘅来嘢，吴嘉琪，欢迎嘉琪。系，早晨好，还有应该全国嘅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嘉琪，今日呢十分欢喜来到呢片头，大家来做分享。好，嘉琪讲出来嘅客家话懂流量吼。我其实爱同嘉琪讲认识已久诶，其实两年前，对，差不多认识两年前，韩国嘉琪个记都冇同我讲原来叫乌卡黑球太夹派，我见完全唔顶呢，原来系安呢，韩国嘉琪个记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吼，我来同嘉琪妈妈听下来分享呀，学呀太夹派嘅歌唱，韩国太夹派算来有几好色咧。故说嘅，想问来问一下嘉琪讲，你阿乌卡一开始啊，用办会乜嘅时间？开始来学太夹派的，你人叫人戏师，你人人叫。不过怎么解我戏师来学太夹派，我问人妈妈。妈妈，哎，马个时间，你人人叫人啊？怎么解会开始学？嗯，该之前我就是我老公哈退休，退休想讲，哎，休想就退休哎，你可以呀，他保养得很好。妈咪啊，多谢你哦。啊，我想讲哎。啊，你偷你的汗啊，没办法。嗯。啊，知道，先先的学落个哦。哦，落个。落龙哦。啊，跟那当辛苦。哈。嘿，噶没想好养生嘛，这样学个。嗯。结果后尾说当辛苦，哎，去年还是个大闸蟹哈。哎，因为按西藏要按贵咯哈。嗯。哎，噶哎你有吐涕啊？对，嗯。来吃看了安尼，我自家开始是去县政府有辅导嘛，就开始安尼上课来看养个养殖开始。一开始系伫那一片苗栗那一片乡，公馆嘅片来乡，太夹派。对，啊，还有唐公有乡到其他嘅素材。后摆就买到南庄哦，系个西环街边吼，后山后水的所在，街边有夹夹米啊哈，中间湖那个场蟹场的中间有块品蟹馆，对对对，哇，故说对苗栗人人今年开始休啊，一开始滴苗栗啊，下后休到南庄。哇，古时候基隆市苗栗就有啲嘅吹工，工作得来学按用嘅太夹派。苗栗县政府应该从二零一一年起始，啊，唔讲然后零九就开始诶，零九就出电来，开始都学电来咧，起家研究，对啊，起家来学，算系一早开始学嘅。该下无县政府辅导嘅，辅导一些学模态。哦，对，该用嘅技术吼学模态，后背。哎，经过他们辅导哈，只有太梦还出来哦，对对对，因为像英雄当中，唐豆呀太夹派就会上到中国这片呢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，唐豆就哦好高级，好高级哦，没想到呀，还没有力气噶，没有滴个香，哦，啊，不过既然夹个，你看按西早丢丢那节目，节目当中先从没有看到，就真英雄啊，哎呦。细细粒的钳，唔系多钳体咋？对，硬个钳条还算大粒的哦，可能比硬个钳条还卡细，硬个身体可能就暗用太天天，暗用太天天的摸海，买到暗狗的家私，就表示讲爱学技，其实冇暗狗，对不对？伊对水质啦、水温啊，有那条要求呢。其实这样子，我知道讲，每个县政府贴片来推广太夹海的，按个用词应该是贴个重点就没有力道，哎，你其实太贴，叫太夹海的，那条冲价吼，那条
某海嘅农民啦吼，睇睇佢条 visa 就会猜诶半山腰嘅条 visa。哦。其实咧没有你那条地方吼嘅营养嘅平均温度，可能系酸卡温甜嘅。哦，老咧啊，不能单去太了解片哦，生发嘅空间，哦，生发嘅那条条件，可能它穷啦，哦，它上穷。啊，不说该用时咧，就啊，县政府特别嘅推广，吼，老技术带起来安样。故说对太甲海鸡，太甲就第一是淡水蟹，伊咩海水咩吸到海水，还吸到淡水嘅毛海。嗯，加上安样嘅毛海，伊对于水加讲气候冻温天，气温咩冻温天，佮安样嘅温天嘅要求差唔多，比如讲水温啊，要保持到几多度啊，有安样嘅寒天毛、寒枝毛。气候唔好大于27度，伊较会退，嘿，它退壳啊，较酸啊。故说寒天有可能佮就较唔好，较特冷是有咩做？有痛冷有做唔得，痛冷有做唔得，冷痛热都做唔得，都做唔得就错诶。对对对。啊，像阿勇跟毛海，因为可能太阳上到毛海就会吃到，好像毛海伊种黑伊咧很好养的一种动物，啊，不过太甲海无强用，伊对环境要求当高。对。像比如讲，可能河坝低度啊，有嘛个污染的水质啦，流到人家就去某海嘅池里面就做唔得，对不对？其实对嘅水质系较敏感，较敏感。比如讲，像低度可能冇完全冇办法读，读到任何嘅嘛嘅农药啊、化学嘅东西，做唔得。佢连吃了水就做唔得，连吃了水做唔得咯，连吃了水就做唔得，因为叫那个氯。对，跟人家就嘅水质那一片来啊，冻三两个。哎，都跟南南庄嘅南庄嘅东河嘅山南果，就是从东河来嘅。对对对，系啊，就会在水库当伯嘅。对对，上游水库嘅上游，古时候家嘅水质系非常非常嘅强强嘅。哦，古时候其实吸那种水生动物啦，水质就会替填充油嘅。水质啊，气候古好诶，家个水温就温天诶，因为伢都浸到青色合种的蔬菜，啊，伢只蔬菜嘅气温就系青色合太甲派生种诶，对不对？啊，伢哈环境天然条件优诶，啊，生下来就会人为嘅条件咯，人为嘅条件有乜嘅？其实苗栗县政府对伢苗栗嘅太甲派系特别有贵天呢。对不对？有嘛该贵听？其实，你看到做蛋烘该还活的啦，吼，该太甲派就蛋包有个认证标章，很可爱，有一个像 QR code， 该就 QR code， 该底部就会你个像产销履历哦，还有嘞那个药物嘅检测，好嘅说明吼。对，我说嘞，当年其实就会做那件事情，好，我拿到那个。认证嘅标章好冇按改哦，贴嘅就系药检一定会过，药检，全部就是顺带吼，那个苗栗县政府的片嘅副头嘛，吼，那个药检过了以后，总共系64项嘅药检，64项哦，是做唔得检出，零检出，零检出，全部都是零检出嘅药物残留，哎呦，嘿，那个哦，控烟以后快卖以前啦，控烟以后咧，哦，漳州的快卖。哦，空运已经零检出嘞，好，快卖以后还会再出验。对，哦，但像你去搞爱检验，啊，卖出去以后政府还会来出验。你都在营业中卖的那时候，他就来抽检嘞，按验检了。哎呦，哦，所以他是抽检跟药检是不是跟你们送的一样？对，送的空运条件反应爱空运就抽。系啊系啊。啊，除了 QR code 以外，还有嘛？佮做的认真讲，也就是苗栗的太甲派，苗栗 Tiki 啦，哦，米珠嘛，吼，当然，吼 ，Tiki 嘛，吼，对，然后就系那个 QR code 当然系轻松要嘅啦。QR code 就抽嘅，故说太甲所以去苗栗买呀，太甲派啊，蛋糕就会认真有这样子的一个。它算标章跟一个环，对，不用到呀，太甲派嘅蛋糕啊，看到呀 QR code， 你就做在用手机去搜一下，就做在看到几个资料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古时候今日嘅节目当中好多动作哦，你看你嘅摸海喊啲嘅奔跑有冇？呀，奔跑系乜嘅意思啊？记得跳起啊！其实水底都跳起，唔可以有泡嘛，还系要一吸啦，暗过出来离开水以后，佢泡嘅
长度会较明显。对，加个破金不对，一开始你准备留洋的时间就不多呀。对，啊，不过吼，唐公也不破没同骨诶同埋有关系。嗯嗯，加骨破较大，加肺活量较大。啊，加毛诶咩？加埋诶埋诶咩油呢？嗯，可能多多都系塌的，哦，可能塌塌的，冇咁明显哈。啊，加不破诶就系骨诶，对对对。哦，加骨诶同埋诶，杭州的用诶宽呐，除了宽不破，宽度是嘿，宽度是，度是，度是用白毛腔用。度是骨诶吼，加度是要有加尖尖嘅。哦，度是我有尖尖。咩就系拱诶，看冇？哦，好好好，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可以哈哈。肚是尖尖诶，对，那肚是尖尖诶。嘿，哦，蛋糕，诶，那是拱啊。啊，也就系拱诶。嘿，哦，可可以哈，好麻诶，麻诶，麻诶就会炎炎，麻诶就炎炎来。哦，按用就会麻诶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，原来系按呢，古时候看。看公的也是麻的啊，就做得看呀，摸海的肚子吼，看到有一些像那这个钟的形状有没有？敲钟的那个钟的形状，就会公的啊，嘿鬼啊用眼呢就会麻的啊。不过吼，了解到公的同麻有冇个意义呢？等一下节目当中还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收机，大家排个后面视频大家。大家又转到福气来咧，我喺综艺圈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当茶法嘅太甲海。哎呦，唔过吼，阿群妹嘅单言吼，我来同大家来分享，这不是客语一米罗，这个是共生农民啦。阿群妹嘅单言，唔过今日嘅共生农民啦，咩同 Andy 嘅这个客讲嘢有关系，乜嘅意思呢？今日我同大家来分享嘅系旧业演。这捏尖，大家唔好看冇亚基花哦。其实亚基花同亚摩海吼，好色嘅比咩有关系喏？系乜嘅意思啊？其实叫捏颜色捏尖吼，可以讲农历。农历 Q 啦 ，Q 啦，嘿，古时候差唔多就系 Q 啦，旧捏嘅时间，显示马嘅摩海。啊，因为刚才有讲到嘛，个马的毛海，个肚子是圆的，变过来看，个肚子看到是圆的形的。故说 Q Q 拉 Q 那个时间，我是马的毛海，没错。啊 ，Q 拉生那个时间，我是公的毛海，公的毛海，因为个肚子就会尖的。差不多是现在适应那个时间，该用是公的毛海勾青豆。一个亚基法是真金的哦，真金的，真金黑暗哦，就真金黑以前的经验嘛。哇，原来你看好肉骨年年还做在同教大家怎么当吃货、哦，来同大家分享，记得好 Q 啦，旧年个时节是马的 ，Q 啦，深夜个时节做在来说讲的，好讲到好，我来说了哦，好难睡，紧流的感觉哈。我意思以前哈，先来同大家来分享讲应用版料理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像按用按国家出的泰甲派，应该会是加个盐米，盐米清好的方法应该就是清蒸，用蒸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蒸，我用蛮来蒸哦。啊，蒸用天锅，现你海人吼，村外啊吼，唔方便，所以我建议用天锅代替。天锅来蒸，清简单。哈。然后呢，按你外锅哈，一杯水，外锅一杯水，对，然后肚子那个内锅肚子那个大闸蟹肚子朝上，哦，专门在肚子哦用蛋糕，一整那些个搞脏唔会流走，哦哦，个搞油可能会流出来，啊，你个香下不会给发，其实会流出来，对，哦，给就太大送哎，大送咯，嘿呀，然后呢，添。好，添几锅杯按下去嘛，你就等佮调起来，按用就好了。然后焖个三分钟。哦，焖三分钟。对，那三分钟很重要，收水。哦。对，佮会收水短后生。哦，古说太家会记得咯，太家可能想讲啊，整就不用去整就好个呀，啊，不过当初有个一件事情要变过了，因为讲摸海个好就会像一个软胸用，对，总练它的蟹膏、蟹黄。
对，其实它珍贵的那个煮的方式，每做的用水棍的方式了哈。水棍，你该纳斯鲁啊，纳斯鲁大块嘛，水棍以后哈就贴个碗哈，该盘的不用送去，好，你就轻用度是哦，用上按钮，按钮做对。就本去蒸，就老蒸来享用。该火候就会中火啦。哦，中火。哦，水棍张开。等太强，给它搞会爆开。哦，中火就好。你在传统地方就用阿斯炉来蒸嘛。嗯，那种差不多会蒸几久？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，它会关火，让它刚刚讲收水嘛，要焖。热五分钟，三到五分钟。还要爱热一下。有东西会在肚子上面不用好冲怪洗。哦，非常冲。嘿，非常不用加姜嘛。啊，就看供应，好供应，好不用买啦。其实你要懂新鲜哦，不是不用，你从来都该现场来全部不用。哦，啊，该客人是都懂慢一样。哇，咩不是调味不用盐啊？没有，不用买该。因为基本单底部个米线就懂，懂香，懂辣嘞，吃到。哦，真嘅，嘿，吃到嘿，原来是油油滚的感觉。好，今日还有问题哦，因为像呀，太加派，因为佮迄太刺眼嘅东西嘛，我整以前我先洗过毛，伊还讲我拿个牙刷，然后佮撸撸啊，洗枪里来再讲整。太去洗哈，本身爱着佮水质动枪，那下尾总动都水错。哦。不少佮吼，佮爱忙清理是动枪诶。啊。啊，唔过爱原则上啊，还咧用牙刷搓啊。哦。啊，装枪来这样塌好来。塌好来安尼整嘿。塌好来再个按用针。哎呦，就做的石头呀，太个派青年蛋青强力个米西，对不对？原味哦，啊唔过按真好个爱食嘞，像阿 Q 妹眼就有一个动态个问题，眼唔爱食摸海，所以摸海爱用诶薄，爱用诶爱用熬啊，很爱老去热啦，老去个用热出来，你看一滴摸海都爱用滴滴眼，反而一点钟可能这样身体一涨，你就知道哦。那个成本很高，故说基本一就会来呛摸一下，所以我用板来绑摸海，用板来蒸，就天天色吼，看法时间啦，哎呀，所以我急性子，你知道吗？急性子没有急性子的色板，小老板来搞，好，小老板来搞，他敢用板来绑摸海，那你就拿两支来做示范啦，好，哎，其实咧，两支公鸡嘛吼，公鸡其实公鸡老卖强用啦吼，两公鸡都是渐渐吼，卖就严。一堆哈，哎，我说来给你踢一铺哈，就显老嘞。好，这是它的蟹肠，肠加个虫嘞。虫嘞。那个东西做唔得食嘅哈。我说来熬下来以后，熬下来，都是给片先熬下来。那个黑做唔得食踢嘅。哦。中枪会不会有死嘅东西做唔得食？哦，做唔得食咧，大家会记得咯。好，然后就顺带按用个方向啊。那个。啊，蛋白嘅好就做得八块啦。这个背盖。背盖。好，冻浆好，然后咧，天一个做唔得食嘅东西哦，其实就系两个哦，这个叫它的蟹嘴，蟹嘴，两啱啱嘅地方，夹嘴，啱啱嘅地方，去平常觅食的地方啊，有这样，啊，不过那地方系唔系有，你很亲，那地方系唔系有膏肓？哦，那地方系做得食嘅，好，不说诶你太铁哈，用工去了给挂下来，挂下来食，好。一堆，人家刮下来就做得食咧。其实咧，样样嘅就做得食咧。哦，其实咧就系夹个网嘛。好，那你先整理一下。好，先整理，还要先整理。已经好了，好，那个就送下来。好。哦。好，好神奇哟。哎，对，它好像变形金刚哦。对。嘿，那个。哦。那个做唔得食，其实有啲人会着咗一下啦。嗯。着一下，那个好，那。它斯文跟缝色就让你挂下来了，哎呀，黑矮跟白可能就让就身价好，一般是就觉得中秋就觉就好了。第一个那黑哦，这个蟹嘴跟蟹嘴，好，第一个是那个底色就做在车架身，就按钮，你吃色了，是是，变好，真的，按钮就做在车架身，好，我们先把剥的剥完好了，好，第一哦，第二第一个做我们的身嘛，蟹嘴哈。好，第三个做唔得食嘅，其实就系夹个西兰。
腮哦，腮眼底，懂懂你就懂，一条一条，要代替，看起来像肋骨，对，肺部，肺部，肺部分眼就底下做我们的身，对，给做我们的身，好，那其实这对车架用塑料给粘好了。嗯，好，我头摆其实老多讲，那难得给本摸海个时节啦，肚兜这个软组织感觉可以吃。应该以前没运动呢，对不对？运动可以了做点事。里面牛牛，你感觉就会牛做点事了，而且又跟那个蟹脚摸海个脚个这种那个质地看起来 Q 用 Q 用。你看以前没运动做点事，是狗牛，给狗会做唔得。给是哈你会用个用？应该没唔会用，因为佮就会过滤水质给提防啦，不是我可能就会。杂质比较多，可能卡拉塞一些。其实你到体房就会夹个胸啊肠黑消化器官，对，就可能卡拉塞。所以韩国夹个塞，一条蔬菜爱容易白腔哩，做唔得事。代替安尼安尼做清体，夹个塞咪清体嘛。对，清体会个吼，其实爱先从个硬壳吼东南清，夹个心脏。心脏。安尼安尼就是对半按钮拗开了，拗开了以后吼，一个六角形个。肥肥啪啪的东西，六角形呢？对，它心脏，那个东西，东西一个，好像那个像星星的形状，对，是那个用形的，也就按钮按 C 按啪的呢。哦，这就是心脏做唔得事，呀，心脏做唔得事，嘿，尤其嘿对细妹啦，较冷啦，因为较冷带，我找不到心脏。这个应该在那边，应该在那边。我想说也太难找了吧。其实廖董董你，其实廖董董你请不到了。哦。哎，请不到就吃下四海，吃下四海可以就给我马上设定位置。是噶。可能太冷耶。太冷。对。哎，其实就代替掉四种地方哦，夹个蟹肠。对。哦，然后夹个嘴。蟹嘴。哎，然后咧夹个肺、腮、好，那心脏。哎，对。那其他就都在听听的声。听听的声。哦，哎你咧将整起来。少少嘅時間，顯色重點，顯色重點，望嘅手台，望啊老高嘅天窗，像牙漱口液，這是不是沒有嘴的蛋糕？這是不是嘴巴？對，其實董董也就吃下按用拿起來，就吃下生，吃下拿起來，哎，好緊張哦，董厚生，好浓郁哦，这个给他看，因为这个膏很漂亮，哎，老豆，哎，不但老豆，我有这种。出手的明星，唔系完全没有哎，而且我爱都冇标买嘅东西哦，我没有调味啊，好想拿来煮海鲜粥哦，好喜欢的，哇，不说像哎呦，怎么还可以要用明星真饮，就是人工嘅那种鲜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会说起了一点出手的明星都冇，啊，不过你做的是都很。饱满，很感觉是很浓郁的这种米线。韩国感觉有一些像含鸭卵的米线，有些，你还是给应该马马的马的应该米线都明显。哎，有枪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加个卵黄，比卵黄含那香，哦，对，比卵黄含较香。这些马的毛还加个卵的毛，加个卵就有暗用的米线，对，含卵的米线，原来是暗呢。不过吼，出体吼也。毛海爱用蛮来生，用蛮来博，同大家来分享以外，还有韩卡多有关太甲派嘅知识，爱同大家来分享。包含嘛，人懂到人看到黄黄嘅，可能就聊到这是蟹黄。啊，不过其实蟹黄还有分蟹膏、蟹卵，对不对？冇轻用哦。韩国讲嘅有买有冇听错？诶，下一趟节目当中再个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。好。大家又真多福气来咧，我系综艺圈阿群妹，今日节目当中吼，同大家来分享泰甲派。刚好阿群妹又说到呀，泰甲派嘅好秘事，冇想到，因为泰甲就讲呀，怎么蟹膏、蟹黄，全部都是泰人嘅秘事，可能系新人咧唔了解嘅。啊，唔过我刚刚说到，那完全就是全年龄的秘事呀，可能对新人咧都泰人是爱说到企业泰甲派。都不会吃到后生，黑暗有吗？
那好吃的真的浓好吃，对啊，当年就来，当年来呢，当年来，嘿，老饕就是，真的有一群人浓好吃太夹派，嗯，该生意呢咯，生意呢做得夹熟咯，做得就甜甜生啦，甜甜生，甜生啊，真的有浓好浓，因为唔知，啊，不过就懂懂也不会宽度啊，嘿，你太麻烦呢，生意呢可能嗯没有办法学会什么，还看专门家长弄会食啦，啊。古时候做的，也按起个太甲海，太甲就做的来接书。啊，唔过吼，算了按用板宽呐，也摸海啊，那一招有蟹黄，那一招有蟹膏，也基本也就会来抢到专家了，对不对？公诶呀，马诶，不有蟹黄。其实公跟马的全部就有蟹黄。全部蟹黄哦，两种都有蟹黄。公跟马的就有蟹黄，蟹黄可以夹给肝脏、胰脏。嗯，哦，夹给内脏就错诶。诶，可以蒙色诶。黑粉色的，我说蟹黄、公的、马的都有，都有。那蟹膏呢？公的章鱼，公的章鱼，该黑色的。哦，蟹膏是白色的，蟹黄是粉色的。黑色的嘛，然后该果色起来会黏黏。哦，黏黏，人家说会黏牙，啊，真的。真的，该老该蟹黄老强哈色开始见就黏黏啊。哦，说，我说听你说到公的毛海，可能就会老加个蟹黄，含个蟹膏，黄色同白色的按用。搞搞啊！其实是强卡在做一点，就在做啊，就老强卡。有两年后，我贴贴一起一起来哈，然后咧就会铺在饭上面。对，哦，这个感觉很棒。对啊，很好吃。就刚刚跟他讲给海鲜粥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有没有？直接不用都翻蛋锅按永生。哎，有一些跟蟹黄、蟹膏按永皮拍翻就很好吃。冬香冬好食，啊，迄个食道迄麻的，就像阿 Q 妹爱甲他食道的，看到有一丝丝的缝缝，没有一丝丝的缝缝，缝缝缝，对，缝缝的就会乱，就会乱嘛，蟹卵，啊，就会爱甲他食道有一丝丝的含卵跟蜜丝的，各种香蜜的，佮就是蟹卵，嗯，哇，古说太搞了解了，迄个看到。擘开来，夹起摸下，啊！你看到有黄色的，太体的讲，佮就是蟹黄，蟹黄就是内脏。啊，看到泡色的，就是公的有蟹膏。啊，看到有一些粉粉干的色的，就是蟹卵，夹起卵哦，太棒了！我是这个真厉害了，我都觉得好多懂懂。韩国吼，像暗用嘅摸下啊，所以佮啲老板这个人工暗用血嘅摸下。所以佮血诶啊做起来以后，会变到平常地度，市场变到平常地度。迄个人人下去到去买嘅时节，佮带种衣服看，叫用个保存，他做的保存都冻起嘅毛海喏。一般栽培哦，我是建议讲三日以内哦，要熟脱。三日哦，栽培嘅方式。嘿，嗯，栽培是冷藏。冷藏栽培。哎，该虾皮购物，该养蟹人家就有栽培啊。啊，栽培啊都有建议三天以内要熟脱，嗯，个新鲜度将拉高，唔会臭脱。哦，含唔会臭脱咯。因为佮就已经冷藏嘛，吼，伊就会塌起来，佮冇食东西，佮冇进食啊，佮唔会死哦。唔会死，就会休眠。哦，在冷藏个温度底部佮佮休眠，啊，唔过佮就会消耗起个体力。对。哦。嘿，古时候一年建议讲咧，差不多三日以内熟脱。嗯。清后迄熟豆干伊就容易熟脱。系啊。就地解决。迄个冷冻喏，冷冻做唔得哦？为什么？冷冻就死脱。就死脱咯。啊，太夹派做唔得熟死诶。嗯。啊。嗯。啊，不过冻到印象当中，冻到认识海嘅毛海。帝王蟹。对对对对对。佮就冷冻啊。哦。来做唔得，佮变大闸蟹变都冷冻吼，佮死脱马上分解哦。分解。它只要死掉一分解，里面就没有蟹黄蟹膏了。啊。难怪有粗响蜜啊。会有粗响蜜超。它分解很快，所以你。要分辨这只蟹有没有死掉哈，你蒸出来，它打开里面没有空空的啦，那就是死掉的。我说眼做的讲，太甲派枪做的是上呢，嘿，对，做的上就爱上的哪一组啦？对，七只上的哪一组？上的哪一组？做唔得等于死体的，张住死体佮就会没有分解掉了，对对对，就冇咧。真嘅做唔得死，就冇咧，就底部又冇蟹黄、蟹膏、蟹卵。该细菌咪会卡多。
因为弹水的，对，弹水的更容易细菌吼，该繁殖更急。哦，很多人能够抬高拍，因为它隐蔽，隐蔽它就是两只手嘛，感觉它螯，对，它的螯很大只，然后感觉螯蛋糕全部都会毛呢，绒毛，对不对？因为抬高还感觉后面很多中华绒螯蟹，绒螯蟹，对，绒螯，感觉螯就会有绒毛的，对，对，哎，看到感觉水底都会那种抬高拍啊，感觉动就像泰迪熊一样。毛茸茸真嘅，尤其讲咧讲咧都明显，佮毛茸茸嘅用。哦，佮暗红吼亮起，诶，佮熬这样子夹来夹去。安定一下茸茸。对，然后啊，滴水滴度，人家都会用蛮重啊，用数重嘿。它我们平常在秋季哈，还够冷，拉狼的时候会爬上岸。哦，在岸边抓，它把枪。前几年当人咧，哈唔爱人咧。哦，我来的老家爸爸咧，安尼行一趟了就痛了就难难咧。哈，哎，我们行行过去。安尼行硬夹，用烤肉夹，有冇长的烤肉夹？安尼夹，安尼夹多高？哦，哎，给我贴片都安不死条状。安不条？哎，安不条？安不条用的可以。一定安条去。有头灯啊，我们有头灯。哦。用头灯就做得对，因为佮按摩条可以是发通夜行性嘅啦。对呀，不说理想嘅冲控下，佮就会切割出来，切割松安，哦，就会就通冲在舔损红，哎，你系碎齿损红，痛损有舔梗就对了，对，有舔梗，哎，你就会行在舔梗上面，按有夹，该用该按的夹起来嘅毛海吼。该冲太清后，懂吼？可是就准备好会反衬的。你还唔拉人哦？佮摸爬，摸摸爬咧。佮用个啥？用蛇笼啊。啊，不用到水底度。哎，虫虫嘅佮种笼诶。啊，第二天晚傍晚放蛇笼，第二天一大早还没天亮就要准备收成。哎，数秒。就要数秒咧。佮些夜行性诶，安捕死条不会出咯，安捕死条活动。哎，古时候安捕条不用蛇笼，就做在做到底。对。啊，冲起暗红哦，冲暗用个摸海。知道讲，佮应该伫台湾无嘛个天敌嘛？有哦，嘛个东西我设计也佮暗哦。哎，东东，东东，白鼻星呐，石蟹萌哦，幼獾，幼獾，幼獾，佮也着通过好，哎哎，你一般平常时很东西有看得到了，尤其石蟹萌是宝玉类啊。对呀，啊，不过你佮片看得到，东东哦，哦，东东哦，就。把肺嘅概念，所以我知道应该讲，我血太高派用嘅反应，听说我维持一个身体嘅平衡，对不对？它要有这么高等的这样子的消费级的动物，张波有暗号嘅反应，就得血太高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办法，天眼反应可以吃多饱啊。所以暗用嘅太高派还是有天敌耶。嗯，歌手好，天使机条件的观众朋友，黑讲吼，有想爱去请呀，太甲派来说，去买呀，太甲派来说，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太甲来分享，身后爱用的偷呀太甲派，一般来讲，哎，去 no boy 就会看到爱用塔顶呢，塔顶呢爱用的可以起毛后生毛，其实塔顶的吼，就冲个一只讲的吼。看到其实不破就代表给真嘅系不破就是清奇，咁咩有噶？但系有我看到了，眼看到诶，马就一些些马，它对它等于说肺活量，肺活量冇按强啦。而且加个木竹，不破咧，加个木竹，韩国它这个是触须嘛，有一些人不会挺脱，嘿嘿嘿，按碰到它会动。对，其实咧利用个条件哦，就做个观念出来，给大家系发的，嘿，是不是活的？嗯，很常常就错诶，新鲜度。啊，唔过，迄讲有做得去现场看啊，都水到度诶啊，摸头诶。因为伊咪做得来同大家分享，啊，全部爱留这个太监派拆开来，就是我video爱同大家来分享看啊，我用诶看起有奇毛。我生意。不会不会。小心哦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来老几拆开来。诶，就按用揭开来。哦。好紧张哦，我也很紧张。诶，你到家摆弄轻点，应该会踢白揭开吧。踢一百，踢一百，很生意，好紧张哦。以后就不要踢一百。哎，其实孙凳该另炒，孙凳另炒，孙凳另炒，对。下波该调，下波该调就好了。下波两条，嘿，下波孙凳就好了。没有啊，你该下波两条从那路睇来呀。对，孙凳就做个结果，孙凳结果来。好紧张哦，算了，阿 Q 妹今日到节目当中，我不摸还熬到么？真的好，好小心哦，可以啦。应该是比较乖的啦，母的是比较乖。哦，啊对，好，开始喽，好，继续走喽，然后走喽。其实哎，掰上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
好紧张。安全。因按用用的抗压摩海后生么？哎，你在偷个时间啊？那冇太黑了，对吗？就喊开后缝片宽，就宽几。下杯数上来吼，第二级、第三级嘅脚，对，第二级，第二支、第三支，第二级，第八、第八，捏脚嘅大腿嘅脚臂，夹脚臂，前台脚嘅脚，鸦片，对对，你就该总结该那个捏，很扎实哎，很有肛肠，很肛肠长厚实啦，肛肠嘅就会厚实，它的肉已经长好了，就长好了，壳也长好了，哎呦，对对对。古时候，伊老爸看见发个个杜氏黑唔黑，咪会看见个神木。嘿，杜氏啪啪，杜氏啪啪，啊，天衣几个脚个太脚比亚片，爱动肮脏。嘿，爱用就系清奇耶。不婆爱用。哦，不婆爱用，你个清奇清红色个太甲派哦。啊，成熟度的话，大概杜氏啪啪，嘿，有一点黄，淡淡的黄，那是最好吃的。透透的，有看到一些淡淡的黄。对，表腿表该乱一点。已经成熟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故事唔可能，今日太高海就同阿 Q 咪叫下来做 ending 了。什么个每天是几条钱？观众朋友嘅熟客，咩什么吴妈妈喊过家去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停停，我来做运通了，拜拜。